漂亮，感觉整个心都静下来了。嗯？咦？导演呢？好像消失很久哎。导演！好漂亮啊！导演啊！漂亮！漂亮！导演！哎呀，哎。哎呀，芭芭拉，你怎么消失这么久啦、啊？哎呀，我去那边看景啊，这个好漂亮，这边啊，导演啊，太美了！哎呀，好美的地方啦、啊，好心甩到人，怎么转都漂亮了。导演，哎、啊，你穿这身衣服跟这里实在太搭了。哎、当然的啦。我有一个疑问，是我的衣服呢？你啊，导演啊，怎么了？有点不舒服。没有，我在演享受的感觉、哦，不要乱想。我是要给你拿钱呢、啊，你要有一点点钱就可以去换这套衣服了，很隆重的。没有预算吗、啊？没有预算，没有预算了。那我不换了，我穿这样拍也很好看。欸、你穿这样其实也蛮搭的啦，是不是在这么有故事的地方也蛮搭的，对。那、哦、这里是有什么样的故事呢？ Okay. 你讲到重点了，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庆秀院的这个故事。嗯。你要笑话完之后呢，再用自己的方式把它表演出来，让我们的 MV 更加分。那请导演跟我讲讲喽。我这不就要跟你讲了吗？不要急，好不好？我要跟你讲了，预备，开始。吉安庆修院在日治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信仰中心，后来日军撤回日本之后，台湾人发现了这块地方，重新把它整理过后，现在也成为这里的一个古迹景点。啊，这样你就懂了吗？导演，是不是真的好会讲故事哦？当然啦、啊，实在让我长了不少的知识呢。当然当然，我跟你跟着我出来了，除了学摄影技巧，还有这样的就是学知识、历史、地理、而且我都不知道导演在讲故事的时候声音会变成女生哎。不是变成女生，我是角色转换、多变嘛、嗯，你真的好细哦。是不是？来来来，走来，我们去那边逛逛吗？走走走走走走走。花莲吉安乡的庆修院是东部地区保存最完整的日据时期神社，也被列为三级古迹。当时日本移民引进真言宗信仰，建制部教所，也就是庆修院的前身。这里的88尊石佛，据说是遵循真言宗开山祖师的遗规，行遍日本四国岛88所寺院请回，让信徒能就近参拜。经过修复之后呢，现在已经变成花莲的热门观光景点，可以像在日本神社的参拜，还有御衣体验，实在是非常适合拍照哦。来来来，看这边，对对，这个角度很好。哎，奇怪，怎么变成我在拍了？哎，我偶尔也想被拍嘛。除了庆修院，还可以去客家文化会馆逛逛哦。花莲有很多客家聚落分布，你说是不是应该去了解一下客家文化嘞？文化会馆一楼是义民堂，义民爷为客家人的信仰，花莲每年都会举办义民文化祭系列活动，相当热闹。二楼呢则有客家文物的展示，可以借此了解客家文化的历史。西木一安江，西木一安江。还有花莲市区必去的东大门夜市，分为福庭夜市、自强夜市、原住民一条街、大陆各省一条街四个区块，400多个摊位让你逛到饱。